的身体为之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诶，是这样子，火也是这样子，风也是这样子，地也是这样子。那么地水火风，这叫啊四大。这四大呀，都是互相帮助的，也是互相敌对的。你要善用它，就是地水火风互相帮助，要是不善用它，就是互相呢克制。俺们这个人的身体就是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大所成就的。俺们人身上有这个暖气，有暖，这是啊属于火大。俺们有口水、大小便，这属于水大。俺们皮肉筋骨，这是属于地大。俺们的呼吸气，这属于风大。到临命终的时候，这四大分章，等到你生出来的时候，这四大合合，四大合合成这一个人的身体，四大分章了，就归于空了，又归于空了。水大就还于水，火大还于火，风大还于风，土地大还于地，这个皮肉筋骨变成土了，这个水分对吧和水去合二为一了，风和风合二为一，火和火合二为一。这四大呀，不是单单某一个地方有，好像这虚空里也有水，也有火，也有地，也有风，就在虚空里头就有这个四大啊。那么好像白天有太阳一照，这就啊火大是进虚空变法界，晚间月亮出来啊，这个水大进虚空变法界，晚间呢很多露水，很多有水分，这水分在什么地方来？在虚空里来的啊。这个风，那么虚空有风了啊。有的人说，那么虚空有风有水有火，这是可以的，虚空没有地呀，那么你说地在什么地方？这个地也在虚空里，就算呢你看不见这个地是在虚空里，那么虚空里有微尘，这个微尘就属于地大的，所以啊就虚空里头也就有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大。那么这四大呀，
分开就进虚空变法界，合起来就要跑到一个人的身体啊，给你用，你要活50岁给你用50岁，借给你用一用，你活100岁借给你呀、用100岁的时间，然后啊啊你啊死的时候就都分开了啊，各还本位了，各还本位了。你就拿水来说，有的甜水，有的苦水，有的啊咸水，又有淡水，这水就分出来酸甜苦辣咸很多种啊的水。那么火呢也分出很多啊，电光石火，烧柴的这个木头，所有的木头的火，烧煤啊，烧煤炭，有这个煤炭的火，你要点这个石油啊 ,gasoline, 有 gasoline 的火啊，这个电灯有电灯的火啊，这火也很多种，很多很多种，不是一种。这个风呢也是有很多种风啊，这个地也有很多种地，这个讲地质学家啊，这个东西在这儿种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它就不长了啊，那么每一个地方生长啊有这个植物有这种东西，这都是啊在每一个大里边呢都有千变万化啊，你要研究起来呀、啊，就一大那个那种的理呀、啊，那种的道理呀、啊，也研究不完的。所以呀、啊，啊，说是科学家、哲学家，无论你什么学家，就是这个四大你都研究不完的。这个四大式的原理怎么样子啊，都研究不完的。那么现在以这个四大。来譬喻啊这个一切诸法的实相啊，俺们人因为四大合合而成就生了，四大分章就死了啊，所以啊你说这个人有一个什么真实的本性呢？有的，就是这个佛性啊，要没有佛性，你单单用泥巴做一个人，他为什么不会说话啊？你用木头做一个人，他为什么不会走路？你用石头造一个人啊，他为什么也那么懒惰？是不是？人呢为万物之灵，他就因为啊有这个佛性，有这个佛性啊，俺们借假修真，借这个四大假和这个臭皮囊啊来修成啊俺们本有的那个自在如来大脚的佛性，修成这个。所以啊你不要一举一动都有个我啊，把我放到前边啊，我是第一，我是谁谁，我是最大的就是着住到这个名啊利上，这是啊虚妄的，一切一切世界上都是虚妄的，只有你啊本有的智慧，你能啊恢复本有的智慧光明，那才是真的。佛呀在几千年以前他就啊把这个本有的智慧发现出来了，研究明白了，俺们现在呀也是学佛呀来研究这个本有的自性天真佛啊，俺们本来呀是佛，但是啊因为这个从真起妄才呀就迷了啊，这个真妄相续，真的啊由真起妄，由妄啊又依真呢、啊、互相的相续的啊，接接连连不断啊，你说它真吗又有点假的，你说它假吗又有点真的，这叫真妄相续
啊，那么这个真王又起灭啊，他生起来了又灭了啊，这个王又灭了就现真，现真啊，这个王又生出了啊，就有王，这个真王啊有这个起灭。那么王啊，这个用是依的真起来的啊，就是无名一念不搅生三系，在那个无名啊生出来的，这是啊从真起王的。那么这个王为真所持，这个王啊还是啊在那个真里头，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这个手啊，手心和手背一样，手背不离手心，手心不离手背，所以呀、烦恼即菩提，也就是这个道理，烦恼就是菩提，烦恼没有离开菩提别有烦恼，那个菩提也没有离开烦恼另有一个菩提，它是一个的，也就好像现在我们讲这个冰啊就是水，水呀、也就是冰啊，冰化了就成水，水冻了就成冰，水冻了就好像生了烦恼似的啊，变成冰了，那么你又没有烦恼了啊，又有一股暖象把这个冰又化了，又化成水了，就是这个啊，咱们返本还原呢，就是返回来我们本有的这个自性啊，不要去叫它冻成冰。一入大火炬，盲眼同时发，个个不相知，诸法一入世，佛法也就是世间法，也这就是众生的心法。你对世间法明白了，对佛法也明白了，你对佛法要明白了，心法也明白了，你要明白一切法本来是空的，本来是没有的。那么佛为什么又说法？这个空中说这个有法，因为众生啊有很多的分别心，说这一切法就是对治众生这个分别心，众生本来是没有分别心，本有的自性是如如不动了了长明的，就因为被这个境界所转，无中生有，生出很多的分别心，所以菩萨就用种种的理论来形容啊这一切的诸法。这些理论呢也都是虚妄的啊，但是要令众生知道这个虚妄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入露已入殿，应作入室观。所以在前边文殊实力菩萨他问这个心性是一呀、怎么还有种种的果报现出来，那么脚手菩萨就用种种的譬喻
来形容这一切的诸法，表达一切诸法的道理，所以才说比如大火炬。前边说那个好像水流的那个样子，它都是啊很自然的，有那种的情形，但是可是各个不相知。那么这个道理啊还没有说完，所以又举出来啊这个四大之中的火大，所以说一入大火炬，就好像那个大火的堆一样，堆聚到一起。猛焰同时发，因为啊这火大了，火多了啊，就发出一种猛焰，发出啊这火焰呢啊都在一个时候发出来这种种的火焰。这火焰里头也有啊啊很猛烈的，这后边那个猛烈的火焰就跟着前边啊向上边来烧，但是啊也是个个不相知，诸法已入世，这一切的佛的所说的诸法呀，这个众生的心性啊也是啊互不相知，也是这样子。又如长风起，欲无险谷山，个个不相知，诸法已入世。又如众地界，辗转因依诸，个个不相知，诸法已入世。眼耳鼻舌身，心意诸情根，以此常流转，而无能转者。又如长风起，前边说这个水大和火大，现在讲那个风大。怎么叫长风呢？因为这个风啊它时时都有风，这个风啊是接连不断的，也是前边那个风沿后边的流入流水是一样的。那么这个风啊有的时候它又停止了，有的时候呢不知从什么地方它就起来了，起也没有一个来的地方，停止它也没有一个去的地方。那么很大的风忽然间就没有了，忽然间它又有了啊，但是啊它欲无险谷山，有风的时候遇着雾它就啊鼓荡这个雾，煽动这个雾，好像那个风你看不见的啊。怎么知道有风了呢？啊，
这花草树木都在摇动啊，这知道有风了。这花草树木都在摇动，这就是鼓山啊，风把这一切的花草树木都给吹得那么摇晃不止。有的时候这个风大又把这个树木都给吹倒了，甚至于把这个房子也给吹坏了。有的时候这个风啊，连这个微尘它都吹不动，那个小的风。在古来的时候，风不明条，雨不破块。怎么叫信风不明条呢？啊，这个吹的风啊不会太大了，不会把那个树木啊吹得很响的。这个条就是树木，这个好像柳条子啊，这个条柳树条子。风不明条，风啊就不会把这个柳树那个一条一条的柳树啊给吹得直响，吹得有一种声音发出来，这叫风不明条。雨不破块，这个老百姓都有幸福，都有福报，皇帝也有福报，这时候五日一风，五天呢刮一次风，十日一雨，十天呢下一次雨。刮的风呢风不明条，下的雨呢雨不破块啊。咱们叫不破块呢，就是啊这个雨下到地下那个土块呀，一块一块的，它不会因为这个下雨呀把那土块给破坏了，给吓得它散了，这叫雨不破块，这叫风调雨顺。嗯，风也调和，没有这个飓风啊，没有啊刮大风一刮，刮倒几百间房子，吹烂了多少树啊，造成多少灾祸，死了多少人，不会的。嗯，这叫风调雨顺。雨啊它应该下雨的时候它才下，不应该下雨的时候它不下，应该下雪的时候它才下雪，不应该下雪的时候呢它也就不下雪，这叫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家呀啊也很安泰的，很平安的，嗯，老百姓也都很安乐的，啊，很太平，这是古来呀，这个时候。那么，在这个风与风啊，啊，前边那个风也不知道后边那个风，因为它没有实体，没有自性。嗯，这是啊讲这个理论，那么所以说各个不相知，它这个风与风啊彼此互不相知，那个大风也不知道小风，小风也不知道那个老风啊，这个风呢彼此互不相知。诸法已入世，这一切诸法的本体呀、啊，也就像这个风是一样的。又入众地界，又好像啊，那一切的大地，所有的国家，辗转因依住。这个地呀、啊、互相辗转啊，
因空而住，这个大地。那么这个大地因空而住，所以这个地球啊，它常常是转动的，这叫辗转。因依住，依空而住，就因为它辗转，它这怎么转，所以呀、啊、能在虚空里头啊依空而住。它如果不转动呢，这个地球就很快会毁灭啊，也很快呀，我这个风虚空这个风轮呢，嗯、啊，也支持不住它。就因为它转动在虚空，它有自己的这种啊，在虚空有一种奢侈力啊。可是啊，虽然每一个地球都在转动啊，这地球与地球啊，彼此也是不相知道的，彼此啊互不相知。诸法亦如是，一切的法的本体呀、啊，也就是这个样子。眼耳鼻舌身，俺们这个眼和耳朵啊，和鼻子和舌身啊，心意诸情根啊，再加上那个意，这心意诸情根，这是啊六根。这六根呢，也是常常流转的，常常啊被警戒转，被这个警戒转呢，也就因为你有这个情根才被警戒转。如果你能把情根断了啊，他就不会呀、啊、流转生死了，不会有烦恼啊，有麻烦啊，而无能转折。没有啊一个说是啊叫你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呀、啊、来呀、啊、流转生死的，是你呀、啊、这种情根呢、啊、在这儿流转。可是没有啊任何人呢、啊、来支配你，叫你怎么样转法啊。所以说而无能转者，而没有啊一个主宰来呀支配你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一切的情根，还是啊你这个都是互不相知啊，自己流转这个生死，在这生死里头流转。有什么问题没有？可是你在这儿住，家里住得惯吗？怎么呢？怎么样？很惭愧。你对你自己要是能用功，那就是一样的。你自己要是能管住自己这个心，不打妄想，那就是就是对庙上有益处。庙上的地方就是给人修道，你要是能修道，那就是对得住庙上。嗯，就怕你管不住心，打妄想，那就是没有用了。嗯，你吃一顿饭觉得怎么样啊？那你觉得什么不自在？可以。嗯。不啊？不会话。不会话那是在心里说。在外边不会说，在心里说。你天天听觉得有什么意见没有？听那个经啊，
交代还受得了这个苦，早晚呢怎么样的都还都可以啊，糊糊有点吃不消了，老当益壮的，越老越不要认老，不要说我老了，我为什么还这么苦干，就因为我虽然年纪老了，我心里没有老，还是时时也愿意和他们年轻人站在一起。 OK， 法性本无生，世现而有生，世中无能现，亦无所现物。果随你现在你把这四句记诵来讲一讲给大家听一听，不会解释也不行，试一试讲一讲，你不懂的你也会讲，我知道的，你不懂不知道你也会讲，总有一些个道理会讲出来。来，试一试。多余你怎么样，能会不会讲啊？我真没有办法，你谁可以讲一讲？这个国普你不愿意讲力气，那么你可以讲一讲这几句寄送，方才他讲你已经听他这个高堂阔论了，已经听过，你再来讲一讲。发心本无胜，七句寄送，说一切诸佛的本性本来是空的，没有生，没有灭，所以说本无生，无生，发过不灭，本来发是一切就发是空，虚现而有生，发是空的，可是在人的看法有生还有灭，可是不是实在的，是好像有一个影现出来，在人的心里面有很多分别思想，所以他们看好像一切诸佛有一个相的时候，虚真无能现，亦无所现物，这个说的说是在看见的时候，或者在听声，我所有的情感的事情，在这个时候或者是看东西，在那儿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看出来，还有没有一个我可以看，实际上这个意思是在法里边无能前是没有一个法可以现出来，还有没有一个东西是脱身的，根本人可以看是没有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实在，只是在心里面的这个分别心，可以有这个虚妄的能见和
多全。你们大家瞧的他讲的对不对呀？哦，这是。你来先说。苦修，你先用中文先说。我说他讲的这个最后两句能选和缩选，我自己不太明白他说的什么，我不太能说他说的对。嗯，不太清楚。嗯，那你的看法怎么样？你可以也讲一讲。嗯，你的讲法怎么样？讲，你再讲一遍。嗯，我看的是好像这个能选和缩选是一样的，从发心上去来，不是这个缩选是从能选上去来。这是我听我不说的，或者我听得不清楚。我觉得这个，大家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所以不能完全知道。可是我想这个能选不是一个，会做的什么，就是法性是重要的，在这几句，不是这个能选，或者我听不清楚。还有谁有什么意见？来给折中一下，这可不中。那什么四句记，一讲起来就没有人知道是对也是不对了，这没有宅法眼了，宅法眼都丢了。本无生，这个法性就是诸法的这个实性，法性。法性是什么呢？法性不是种子，法性是空的，所以空的它就无所生，无所生。虽然无所生，但是啊，它可会示现而有生，啊，示现而有生，生出这个法。但是视线而有生，有这个法生出来呀、生而无生，这是啊，这也是啊，在真空里头，法性本来是个真空，视线而有生，这有个妙有，妙有也是不实在的，所以呀、是吧，视线而有生，虽然说本来是空的，在真空里头生出妙有，啊，而视线呢有这个生，这个生呢是不究竟的，不彻底的，啊，不是啊，这个常住不坏的，世中无能现，在这个法性无生，视线有生，并不是有一个主宰者，而能啊令它生，而能令它现。它是啊，真空里头自然有现出来的，视现这个妙有，所以啊，世中无能现，这个里头没有一个主宰者，没有啊，这个法说是啊，我叫它生，我叫它现，没有的，因为什么没有呢？以无所现物，在这个法所现出来的，也没有一个什么物体是他所现的，也没有一个能现的主宰者，也有被现的这个所现的这一个东西，所现的这一个物啊，这本来都是虚妄没有实在的这种境界。可是我们人呢，就把这个虚妄没有实在的这种境界啊，认为是真的了，不知道啊，它究竟是无常的，不知道它是无常的，不知道它是靠不住的，所以啊，就只着这个还有，而忘了这个本真，本来那个真空啊，他忘了，把这还有啊，他认为是实体了，认为是可指着的了。你要把这个还有的指着破了，就和那个本有真空啊那种妙理了。
马上比丘到街市上去，其实也就是啊，去化缘托钵，其实他走路啊是眼观鼻，鼻观口，目不斜视，微以严整，这样子走路就遇到啊舍利弗和目犍连。舍利弗目犍连呢见着马胜比丘这样的庄严这么好的威仪，就心里啊非常恭敬这个比丘了，于是乎就走到啊马胜比丘的面前，合起掌来。啊，那时候啊，他也不认识这是出家人，也不认识啊是比丘。那么就问呢，说这个善知识，你在什么地方学的这么好的威仪庄严肃静，令我心里非常的恭敬你。马胜比丘就说，说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入世说。他说这一切法呀都是从缘从因缘所生的，也是从因缘灭的，因为这个缘生无性，这个因缘所生没有一个本体，没有一个自体，缘生无性。那么我佛大沙门，我的师父啊就是佛，又叫大沙门，他呀常常这样的说。那么他也呀常常这样子来教化我们，令我们依法修行。所以你说我威仪好，就是啊因为我师父啊佛他所教导的。那么舍利弗和目犍连呢一听见呢他这么说，就赶快呀去见佛去，跟着佛就出家了。这是啊说这个诸法从缘生，缘生无性一种道理。俺们现在在美国这儿，这佛法呀是刚刚传到这个西方来，俺们所有的出家人虽然不能比这个马胜比丘那么样子威仪教相那么样好，俺们也应该到外边去，和一般人呢是不一样的啊，不要啊出家人到外边去，或者在那个报摊上看一看莫特儿，
莫特尔，莫特尔，莫特尔，就是不穿衣服的女人啊，在那个报摊子上啊，有那个不穿衣服的女人呢啊。那么从来呀，这个出家人没有看过这个东西呀，啊，就多看，几眼，或者在那入一入那个看木头儿的定，这都是不可以的，因为你这么样一来呀，影响的其他的人呢，就都不信佛了。说你看他那个出家人还在那看那个脱衣服的女人，啊。这样一来呀，那就对金山寺影响得很厉害了，啊，变成了银山寺都不入了，嗯，那再影响的厉害一点，就变成土山寺了，啊，不是金山，不是银山，变成一个土山，啊，所以这很要紧的。那么凡是出家人到外边呢，都要严整威仪，肃恭斋法。啊，那么给佛教啊做一个有力量的宣传佛教的一个人，啊，不要令人呢看见不生信心。法不孤起，障境方生。道不虚行，欲缘在应。在这个一切法呀，它都有个因缘才生出来，所以叫法不孤起，它不孤独的生出来，必须要有个境界才有这种法现出来。道不虚行，这个道啊虽然是无为的，可是啊它也一定要有一点因缘，所以说道不虚行，遇缘在应。遇到这个缘呢，就会有一种感应。在我们金山寺啊，现在修工是很忙的，在这个百忙之中，在这么样子忙这个时候，这个因缘呢又生出来了。什么因缘呢？就是方居士在洛杉矶呀，有一个帕门，空着，没有人住，所以呢，咱们到洛杉矶那边去，开一个中美佛教总会的分会，在那儿开一个分会。在这个帕门里头，将来呀，准备在那边呢成立一个座谈班，或者也讲经法会，可以在那儿又主持座谈呢，又可以在那儿讲经说法。那么这个道场啊，不怕多，是越多越好，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人这么多。你道场要少了就不够用，所以越多越好。但是啊，有很多呀，愿意管闲事的人，就说，是细鬼，不告诉人。人们应该要知道，咱们建立道场啊，希望它成就。啊，然后才发表。如果没有成就呢，这个事情你一发表，啊，
将来要不成功变成大王语了。所以啊，这并不是稀鬼啊，尤其你管事的人当然知道是做什么事，要没有提克尔迪斯性格的人呢，不需要知道那么多的事情。事情要是将来实现了，一定会知道的。没有实现之前，你想要知道也没有什么用的啊。所以啊，修道的人就要一心呢修行，不要啊这个闲事也管，那个闲事也管啊，自己就要管自己，不要啊管其他的人。那么管闲事的人呢，饿得快一点啊，因为你没有事情干呢，净管闲事啊，这个消化力就强了，消化力强啊，你一天吃一餐啊，就会很快肚饿了，很快肚饿了，你想吃东西又犯戒了，所以啊，这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么我觉得有很多人关心这件事，所以啊，今天晚上对你们各位说一说说一说完了之后，你们再打多一点妄想因为今天都没有事情找事情来干呢有的人呢又打这么妄想，说叫横游去管理事情，怎么不叫我去呢？我也想到那地方休息休息在这儿要做工要在那儿开一个道场一个人在那儿吃的也会好一点，愿意吃什么吃什么这一点呢是很对不起的，因为横游啊这个人聪明就不是很聪明，但是也不是很糊涂的一个人，他还不会呀、一个人呢随随便便天天呢或者要睡多睡一点，或者要多吃一点，或者呀要多去啊看一看戏呀，或者到这个海边上去散散步啊，他散散步回的是有的，但是他不会啊做一些个不守规矩的事情，因为这样子，所以啊那么决定啊是叫横游到那边去福财院开辟道场，这是一个理由。还有开辟道场啊比这儿回的更忙啊，回的更工作多，所以啊他把这个修理他们的这一切的偷啊也带去一些，那么那个地方啊也有一些，我相信呢这一开始的时候是有很多工作的，那么他一个人在那边呢做这些个工作，这是啊也很辛苦的。那么你们各位啊不要打妄想说怎么没有叫你去呢你要够这个资格的话早就叫你去了，没有叫你去当然是不够这个还不够这个资格，所以这个派这个横游到那边去啊管理这个分院的事情你们谁要是啊想到洛杉矶那边去看看他呢也可以的
那么谁要怕他饿坏了，给他送一点的钱去也可以，送一点东西去也可以，因为这是三不一拜的圣人，不要把圣人给饿坏了。那么我知道啊，现在还也不要紧，在一个月之内啊不会饿坏的，是不是？买的东西够吃一个月的呢？是的。哎，那么下一个月再说。不在任，不在任就是 take this matter， 在任。才人，你问果荣，对啊，就是他不会在那儿坐，他就不坐了，就不管了，就跑了，这叫福财人。有始无终，这叫不福财人。